谁呀？您让我进去避避风雨吧，外头太冷了。快进来。这什么东西这么沉？尼龙布，送货的人送晚了，又赶上下雨，害得我回不去。我呀，只好躲在你门外了呢。嗨，那你现在你想怎么办？你快给我找个地儿换衣服呀，我冻死了都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爸，我带你去换衣服。哎呀，啊，你这装修的不错呀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公司在澳门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像澳门有几家这样的公司啊？哎呀，到了。小姐，请吧。真舒服，今儿天我可以睡个好觉喽。你这，你舒服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睡在这儿呗。你说什么？我们？妈，你穿着衣服睡，我们在工厂里打工都是这样睡的。这能睡得着吗？这你睡不着，就说明你不困。哎呀，那就试试吧。这世界很酷。